君身遥上就能夜第五季，现在正式开始。是一个乐痴，可以说是音乐痴，但是今晚真的痴。你看看我的手掌，麻烦你给个大头，我拍拍我的手掌。我由七点钟入场一路拍拍阿李师傅出来，为什么呢？他还没出来，到七点几他出来，我拍到手掌都红了。今晚回来不知道怎样解释、啊、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李君音乐大师的生态二胡的音乐演奏会，因为他的歌呢都是耳熟能详，很多都是好非常之好听的歌，我每一只都一路听一路唱一路拍手掌，是非而且到后尾哇非常澎湃，我们一起都企起身一路一起跳舞一路听他的演奏，我们非常之高兴，全部我们的人全部企起身一起一个好欢乐的晚上。Hello 各位，见到本长刊就知道我是全程欣赏，从来只手就没那么痛的，今天每个环节我的掌声都是没有停过，真心说话还要递高手来拍那只、啊、今天呢恭喜李君哥哥，恭喜君哥和他的嘉宾人人施展浑身解数，幕后乐队功不可没，非常精彩，全场观众都是很投入很热烈，我看到晒的周围前后左右，因为我的位置是很理想的，本来大会比第一行我坐我就不足以，因为我看不到现场环境，所以我坐了中间的位置，很开心见到君哥这么成功，不过我有点伤心，就在台上边差点我两只足印，下次给机会我君哥，恭喜恭喜，我是罗明伟 罗Michael。Hello， 我是风云唱片人公司的咪咪庄钟慧慧。我在这里恭祝李君老师呢、这个演音乐会呢非常成功。我自己个人呢很喜欢他拉 Titanic 那只音乐。还有呢他和罗晶老师呢的二胡和古筝的合奏呢是非常好听。他们拉是这个帝女花的组曲。我希望有机会和他们合作将这首歌收录下来，恭祝大家李君大哥这个演唱会是非常成功，因为他的风格是、就是、开唱任何一种风格
我觉得佢嘅音乐感啦，佢嘅即系样样嘢都系非常非常好，尤其是我好中意听佢唱歌，我觉得佢唱歌系非常有味道啦，即系令到我哋好即系着迷。咁希望下次佢嘅演唱会多啲嚟听啊 ，OK？一早要买飞，要不然你买不到飞。Hello， 香港的观众，大家晚上好。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参加我们李菁先生的独奏音乐会，很荣幸受李菁先生的邀请，担任了今天晚上的嘉宾。这是我与李菁先生的第二次合作。第一次合作就是今年的5月29号，同样也是在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。那个时候，李菁先生不仅担任了我音乐会的嘉宾，而且还帮我策划了上半场的整体的一个节目，让我感受到了我们李菁先生的一个多才多艺、非常全方面的一个音乐人。所以我很期待与他今天晚上的再一次合作。在此，我祝愿李菁先生的独奏会圆满成功。谢谢大家。Thank you。今日啱啱完咗个唱作会第五季嘅，真系非常非常之高兴，亦都非常非常感激咁多咁多朋友，唔单止香港，真系来自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来自大陆、上海、江苏、新加坡，有好多好多朋友，同埋印度嘅朋友，真系多谢晒咁多咁多唔同地方嘅朋友，专登过嚟呢度支持 support 我嘅嘢，非常之多谢。希望我嘅音我嘅表演大家会中意，希望一年一年都可以见到大家。Thank you。